连按 tab 看你扣血都很难看清楚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半格而已，半格而已。嗯，小摔，对，小摔，小摔。这一点就献给他了，好不好？之后就不会摔了。逛街了，边界好漂亮。对啊，我们一直在逛，绕着边界。哎、欸，阿、啊、特，繁星是跑去哪里了？怎么都走了？找甘蔗啊！我们找天然矿坑，我们找天然矿坑。找不到，刚刚被拿光了，只能靠抢过来的了。抢抢抢！那十分钟后的事啊。啊，对哈。你有羊毛吗？羊毛给我，羊毛给我。你要做床哦。好，我要让这世界多一点颜色。哦，床有颜色。你怎么都知道我想做什么？来，应该够了吧？够了吧？够了。因为这个材质包是 1.12 的，所以床还没更新。1.1 的床还没更新。对啊。他的床怎么长这样？欸，哈基，哈基来干嘛？哈基来干嘛啦？来杀动物的、喔。你看，我们有颜色。把这個，床袋子，拿在手上就没有了、欸。可恶！它是那个一个圆圆的那个。对对对，拿在手上是不，它不是长得像床一样。可恶！那谁卡机？你我们去放给他看，放给他看。他刚刚有看到吗？没有，他一定没看到。你在杀动物？他等一下砍到你。打扰他，打扰他。一直跑，阿基不要跑，不要走。阿基你要去哪？阿基。等等，这边。那你有什么？有动了，这是水还是洞啊？水吧，水，水、啊，水啦！刚刚就是讲那个啊，我以为是天然洞窟，结果是水，就是这个啊。连水跟洞也认不出来，水太轻了。这也是水，它就不见了。那为什么下面那是鹅卵石啊？那、啊、就没有那个是散长岩或安山岩。好吧。这游戏让我觉得好困难哦，真的。为什么没有天然矿洞？好啦，不用跟我讲说闪闪杀兔子，我等下去杀他了啦。哪里哪里哪里？这等等一定是洞，一定是洞。们那对哦，木材会不会不够多、啊？哦，僵尸。刚刚木材好像没有挖很多，哪里啊？没看到。我们上面都是树，这里。你可以上来让我看一下吗？你有看到我的 ID 吗？没有。刚刚水那边，我也忘记在哪边了。现在整个黑白，我整个886698这边。想着左边是哪里，右边是哪里？8866。我现在人在那个863686这附近。应该就可以看到886奇怪啊，我的那个怎么一直68686好看，怎么了谁怎么了？哭工8分钟了哦。我看到你，我看到你了。我没办法，你有铁吗？没，我有铁，可是我现在不敢烧。为什么？怕人家拿、啊。我上次就在烧的时候被捡走了、啊。那你烧，我帮你守，帮你守。哦，这样。你烧，我帮你守，你帮你守。看我石头，可是我石头不够做熔炉哎。这个给你。好。光在哪？洞里面的吗？下面，在下面这个洞里面，我们等一下就下去了。等我一下。熔炉也长得很奇怪，对啊，找珊珊那一队了，各位队友，好，需不需要我们帮忙？我们愿意帮你砍珊珊。哪里哪里可以直接10分钟砍他的背？对啊，我在找哈基啊，十分钟打1500，哦这么远啊，930，
这么远，哎呀，铁在哪里？铁，哦，这里。我先拿一个铁哦。好，哦。啊，你做了，做了。欸，那再给我一个铁。我先自己先做一个。没有，我要做铁剑。OK， 铁斧，铁石斧。剩下的给你，我只要铁剑就好。好，那我要在那边守着。九分钟了，九分钟了。玩吃鸡的最大宗旨就是什么都不要做，就是去抢别人。啊，等一下再烧好了，先拿走，等一下下去再烧。哎，放着。好，下来喽，我在这里哦。好哦。哦，库里巴爆喽！爆了！啊，有小僵尸，有僵尸！哦，救命一下，救命一下！看看窟窿射不射到他？很多只，很多只。哦，射到，那里有岩浆，砍不太，还是太黑了吧？砍不太到，岩浆在哪？没有吗？没岩浆，那是他晒到太阳。啊，是的。那个是不是？啊，是的，是的。走，Nice。可恶，这洞窟也一片长一样，哎，哪里是哪里啦？那个石头什么乱石？为什么？我们要先做个火把啊！我现在也没什么意义哈。墙壁那是什么石头啊？怎么长得乱？火把有用，火把有用，就比较亮一点点。这个是不是那个啊？长得跟鹅卵石一样的是什么石头啊？闪长眼，闪长眼那些啊。哦，我在看是不是地狱。有人问我，是闪长眼，是闪长眼。我按钮是不小心做到的。跟上次一样，你要不要下来？你要不要下来？等一下，我先挖一下碳。哦，这边下面很多，下面很多。啊，我这边应该挖完。哦，那我们直接往下走吧。好，好的。还是你要活得好好的、哦。下面那是会啦，会啦，会啦。蜈蚣跟蜘蛛。下面的洞有蜈蚣跟蜘蛛。嘣！哎呦喂！没事没事，上面有蜘蛛。我先把这个洞小堵一下了，怕他们冲过来。你被打了吗？被打了，被咬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明明举着盾欸。哦，苦力怕。我又一直按 R， 可恶。不子弹。我发现我没办法知道，一直想整理到我的那个。哎、欸，这是铁吧？你的什么？那个盾牌的耐久，这是铁，是铁，是铁。耐久也是黑白的，应该看得到啦，只是没有很清楚而已。不会那么快爆啊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先把前面，哦，这里的洞看起来还蛮……哇，下面还有没有路？很多很多铁啊、嗯！虽然我不知道我挖的是不是铁，应该是啦，石镐挖得起来应该是。就挖2秒挖不起来就马上放弃啦。嗯。每月它有点多哎、欸，那就是很多铁，很多的铁，纯粹很多的铁。哦，好了，应该够我们做一套两个各一件衣服了。我身上还有4个，你要先烧还是我们先炭？先烧好了。好，先烧。熔炉有了，我放了22个。哦，22个哦。然后，刚刚那一坨就是22个。刚刚那一坨就22个。对啊，所以我才说我吓到了。一坨22个铁哦。对啊，我说有一点多的意思就是那一坨22个。太多了吧？26个可以做两件衣服，再配个裤子。我先看一下下面有没有东西。等一下，我先做个。我想做个铁镐，僵尸。我先做个铁镐、哦，好，因为我等下打算全部用铁镐挖了，好，避免等一下挖到一些奇怪，哎，不然就挖不起来。对，这个路，上面又有洞，好多洞哦，这有怪的声音。像我们明天还没显示吗？20分钟，还是等一下再过去好了。感觉一直听到怪的声音。
哎、欸，我是没听到声音，是我把声音关掉吗？等一下，我都没听到声音，糟糕。哎、欸，我音乐关闭，有好声音，有啊。我刚刚 F3 一直开着，我竟然不知道。我真的没听到声音呢。再往下走一点就有了，走一点点就有了。那你有开字幕吗？有，我有开字幕，但是我麦克好像没声音呢，莫名其妙。什么都没吗？你挖随便挖东西也没有吗？对啊，没有啊，完全没声音。你的声音坏掉了。哦，酷狗，还行吗？应该可以啦，只是这里我过不去，我没办法打。它很远，那你直接退到那，哎、欸。我让僵尸过来，哎、欸，僵尸掉了掉下去。弓在哪？酷弓现在有在瞄着你吗？他没有在瞄，突然我就没看到我。僵尸掉下去了，掉下去，掉下去就好像掉了。射僵尸、欸，射僵尸，射僵尸，对对对，好过去。隐约鬼鬼血好多、哦，做好多伤、哦。哎、欸，僵尸没有头了。你是没有是那个的问题吗？你没有装那个？没有，我刚刚看到僵尸头突然间不见，就断头。噔噔噔，哦，又有一只。哦，你有办法帮我插火把吗？好。两只，两只，两只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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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对对，你举着盾先退好了。他来了，他来了。等他来。哎，你别说的。为什么啊？举着盾呢？哎，他只是附魔弓，看可不可以敲一个。啊，没掉。掉箭矢，上面好像又有僵尸。这里有铁，这里有铁。哇塞，我真的很会发现铁呢。僵尸到底哪里耶？一只。啊，我的铁装呢？我铁装还没做。我们先去做铁装。做装备。我要喷了。对啊。从熔炉烧几个九个，你先做，我自己也做一件。好。哦，铁装好黑哦！哎、欸，黑的哎，那铁装是黑的哎。对啊，好黑哦！里面还有多少铁？七个、两个、九个、十。音乐与音效。完了。哦，小精灵血量最低，然后。那谁，云月跟汪汪，那都是误会，误会，误会的，误会，误会，误会太多。其实我盾真的快爆了。酷攻，酷攻，在哪里？左边吗？对对对，刚刚那里的左边。你说的，哎呦呦，我看到、哦，哎、欸，他瞄我，瞄我。感谢加油波浪符，感谢降职续订，有吗？有了有了，没攻，没攻。三。先插，先插，插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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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没东西。上面有铁，有铁。我真的很难一眼马上看到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超强，我真的是看到一点就可以知道那是铁。你都没有听到怪的声音吗？完全没有。欸、我的不知道什么了。这个方向。我的 Minecraft 没有声音。嗯。好黑黑、喔、哦，全套铁装穿起来超黑的、欸。哎呀、啊，铁装超黑的。这里有铁，这里有铁。有吗？哦，有哎、欸。有吗？请叫我找铁达人。你们坐标在哪？哎、欸，下面有洞。下面。您们的坐标在哪儿？看一下哦，八七五五八五九五。八七五五九五啊。嗯。好。但是我们还在移动中啊。八七，把下面挖一条。先去把铁烧一烧吧。好好好，避免等下被拖走。现在做一下那个，把防御增强一下。对对对。哦，枯弓。哦。还好吗？我以为是反击。不会那么快找到你们啊！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我刚真的被那枯光吓到，我一转过头就看到一个站在我们的那个合成台上面，我想说是你。就你那边有铁吗？有有有有，都放上去烧。
然后现在几个铁，这边九个，我身上 一人可以先我已经全套了，我已经全套了，你们做你们的。可以一人一个帽子。好。好。我有帽子啦。然后这边还有几个，九个加一个，十个，十个。等一下来做。那我下去继续探喽。好了，可以下去了。看，我先看一下这边这条。上面那个应该没了吧？这边有一条，我过去看看。好像有铁。我们下来好了，我觉得下来好像比较安全一点。那等我一下，我把这堵起来。我先把这边的铁挖一挖。哇，这个是……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石头哎、欸。什么什么石头？因为这……哦，怎么了？有怪吗？哎呦呦呦！红石吧，这个哦，真的哎。烧个铁，继续烧铁。哭够了，哭够。十二个，六个，七个，